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钓一个九尾猫，应该是九尾狐吧，应该是九尾猫，反正就是猫吧啊。打这种 P 还是很简单啊，今天就是用这种三角刀来打 P 啊。这一块是亚白木，是我以前剩下的。现在家里面的亚白木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了，还有那么一小一两块吧啊。这个木材很香，味道很香啊。今天就是国庆节啊，就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。还有就是一些网友说要过来找我学艺啊。可是我这边确实很不方便啊。第一就是我这边的环境不是很好，我这个是以前的废弃租界啊。你们要是过来的话也没地方住啊，因为我后面就是一个80年代的一个橱柜啊，没地方给你们过来做的啊。还有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呢？毕竟我一个女孩子家的啊，然后呢，你们要是过来的话，那很不方便的啊，等下被别人指指点点的啊，不是不愿意收你们啊。等我以后发了之后呢，也去建一个那个工作室啊，然后呢，你们再过来跟我一起学习啊。现在确实很不方便哦，毕竟我自己现在还是打工的，还是看我们老板的脸色吃饭的。他要是不高兴了，今天就不给我开工资了啊。现在是8点23分啊，我今天把这只九尾猫给它钓完，猫也已经差不多了，很可爱吧？看起来就很不错哦。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半啊，今天还是国庆节啊。然后呢，我这只九尾猫还是九尾狐就雕刻好了啊。我等下拍个细节图啊，然后呢要去准备休息睡觉了啊，洗个澡啊，然后呢在这边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，阖家团圆，反正是各种好啊，我们明天再见。这只九尾猫就雕刻好了啊，我拍个细节图给大家看一下。